全府的人袂当随你进京，就予这只白兔陪你去啊！玉兔，我的玉兔，王爷，你敢会记得这只小白兔是阿姑甲你去山顶掠的吗？会记得，是阿姑甲我去掠，所以我就改好名做玉兔。有玉兔陪你的是旧兵，就好亲像阿姑陪你同款啦。娘子，娘子，皇兄，你已经是一国之君了，岂可立此大失威仪呢？一国之君，我连你家小小头，我都无得付出的一生命了。我不会做皇帝，我不会做皇帝，我不会做我会回到中山找我的娘跟我的阿姑。
我捌听过宫中只有太监甲宫女，免闹家咧啊！哎呀，亏你就是拢爱听人的话就对了嘛。所以我做家咧红啊。你一定是还够笑话，讲话真还尔好说，讲还尔好笑。我比细汉啊，我已经得要十岁啊。那呢，我比你较大，我已经13岁啊。所以你要听我的话，你还是赶紧回去。我跟你讲啊，那是凭你哦，是无多多过遐尔济多的宫门，甲多撇遐尔济的实话哦。哼，干一直想我那娘，想到煞袂记得讲有这么济麻烦。好了好了，看来我只有倒转来。唉，看来咱拢是歹命可怜人。对对对，你讲安尼对，咱这吼应该叫做东兵相邻，对吧？咱阿爸已经做好朋友啊。好啊，我跟你讲吼，我爸爸去过牛医院的时阵，我来见珊珊，你阿你做会用找我。亲手写的批，你一定爱甲我亲手交予记者。我实在真思念你，姐姐，你安心养病啊！我亲自带可爸的到长安，我会小阿甲皇上见面，相信真紧就有回音。但愿皇宫的皇亲甲官员。伊会当谅解来体会着做老母的心境，做阮母仔今早一日见面啊！金吾中公主意向甲中山王府的交情袂歹，我若是真惊，我会去拜访伊，相信伊一定会替咱出力啦。但愿伊那去会当顺利。大夫，
好吧。你这个囡仔实在真乖，但愿你一路会当顺利。对啊，再放个回来。刘大爷，韭菜来呀，你闻来用啊。哇，这呀，这过不来呢，请坐，请坐。小哥，韭菜给你传来。是是是，里面来，里面来。你是少爷，少爷。刘英。你不是讲要带我看宝贝，而且分明是酒啊！哎呀，那先饮一杯啊，确定你就知影咯啊！酒菜来喽！哎，哎呀，哎，我来饮啊，我来饮。来喽！那么快，宝贝已经来喽。多多休息哈，多多休息。大家，请休息一下。你敢真是，真正真介意这位姑娘？非常，非常的介意。这样，请休息一下。啊。最多下去公主，这里面太有事了，母子你的歌声得这么紧吗？多谢两位公主。九兄，伊是一个皇庭中的女子，身份甲地位拢无相配。我应用真讨厌礼教甲身份，皇庭中的女子嘛是人啊。哼，皇庭中的女子拢是虚情假意，要哪会动真心用真情呢？袂使，你看就唔对咯。皇庭中的女子，虽然无容易动真情用真心，一旦让伊动了真心甲真意者，伊所付出的情，必可以惊天地泣鬼神啊。这句话有价值，咱饮三大杯。来来来，来来来，再来啊，再来啊，再来再来再来。小李，来有什么代志？借我这个吼。这位出手大方的公主，到底是什么身份？你是讲伊富贵的呀？你是外地来的，哈，才会唔知影。
伊就是大出马的中主啦，叫做王武啦。那边啊，伊个吼是伊的车夫啦，叫做李宽啦。魏鸿清，本将会尽力帮助你，只不过我的能力恐怕有限啊。请长公主务必慎重。太皇太后个性十分的固执，要叫伊改变主意，接为太妃进京，实在是真困难。除非慎重，请长公主明示，除非去求一个人，伊才有办法叫太皇太后回心转意。这个人是什么人？伊就是太皇太后亲弟弟。太皇太后对是言听计较，伊就是朝中的大司马王榜。王榜，兵少不敌魏鸿清，驾临长安，又是我人，切勿必包含宽容。不敢当。大司马签和姜娘，天下闻名，因此为太妃派遣在下，专程到长安来拜访大司马。魏太尉看重本朝，这是本朝光彩甲荣幸啊！这是魏太尉要送予大司马一份的薄礼。哦，请大司马叫来。魏鸿清啊，这太嚣张了，武功不敢受辱啊！素不相瞒，魏太尉开始要求伊大司马。哦，魏太尉有什么指示，尽管吩咐。何必大司马请你定位下座。太妃本朝尽力而为，多谢大司马，在下敬太大司马的教音啊。啊是啊，魏鸿清，你现在宿在何处呢？在下目前就宿在高阳侯府。高阳侯府，金武将军最府家。夜明主事，魏太妃派遣的外戚，到在长安四处奔走，长安皇亲大臣都收到的消息，这夜明主是魏太妃将伊迷信。为是为何如此用心，用财物来收买皇亲大臣？这到底是为何事？可妙啊！你唔通未记当今皇上，就是魏太妃。亲生的后生，所以不择手段，想要皇亲大臣，是希望我会当进京来做一个皇太后啊！好一个贪心不足的女人，一休想，哀家要会死，轮不到伊到长安来掌管大汉朝廷。魏太妃分明是要甲你争权。所以直立匆匆进宫来禀报，皇哥啊，你爱严加防范啊！也阁是家己的直立较可靠，无好话是收袂去。以后哀家会更加阁较重用。
弟弟一向向高校是忠心耿耿，赴汤蹈火在所不惜。禀太皇太后，建武中公主求见。皇爷，建武中公主一定是为了为时而来。听讲伊得到终身王府可以真多真多好处啊！来得真好，算他进阶。遵旨。国庙得礼行高体。也好。中公主，今日并非所望之期，你进宫何事？禀太皇太后，皇上的舅父韦宝已经来到长安了，伊想要觐见皇上，托臣妾向太皇太后致意，请太皇太后允准。敢安尼那呢？也阁有韦太妃，听讲伊叔侄新妾已经身染重病了。好了。唔免阁再讲，太皇太后，你免替中山王府的人做说客，卖讲话是不准你进宫，就是话报也不准你觐见皇上。这是为什么呢？不为什么？这是哀家